人们否释我的脸，不发一语，呼气吸气，别引动谣言。一分半秒论断，何其片面，眉头压降，怎去辨认良善？当刻要哭，因何变污点？如真的痛心，因何要？无悔，受得住磨练，拿起假念，弃了了本性，性格给削平，直觉渐虚，剩下原形，何以把率真受情？谁误解修心养性，免了反应，当是总本领，由此快乐过是不甘分慨，要被人决定，为何认命？情绪。